乐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晶晶姐姐来喽！整蛊时间到！哇，又到了可以砸奶油的时候了。不过今天呢，我带来了两个啾啾小手掌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呢可是平的，这个会凸出来一些。哦，原因就在于这个手掌呢，把奶油挤上去。哇！哦，这样就更容易砸到脸蛋了哟。所以今天的挑战者是谁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哇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蒂猫。我是丹尼尔，今天这个整蛊游戏我赢定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也很厉害的哟。当然啦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玩奶油。呵呵，原来是因为你喜欢吃啊。那可不一定哦。那我们准备开始看看吧。好啦，凯蒂猫、丹尼尔，你们两个上座吧。哦，咻，多一些奶油吧。哟，好像倒多了哟。没关系，第一局呢，我们先来试试我们的手速。啾啾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加油加油！喂，凯蒂猫，加油啊！凯蒂猫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哇，凯蒂猫好厉害！加油，加油！哇，丹尼尔小心喽！丹尼尔小心哦！哇！你们看，砸到了丹尼尔的左边脸哦，好搞笑哦！是不是很好玩呢？嗯，我们的蛋糕呢已经少了一些了，我们再来补一下。咻！哇，好了。第二局 round two 开始。哇，怎么不动啊？会会会会会会，丹尼尔不认输，凯蒂猫你要小心啊，凯蒂猫啊，哦，凯蒂猫，哎呦，凯蒂猫被砸了。不过这个最尖尖的这一片奶油呢，还没有砸到任何人，我们再来加一些哦。哦，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？准备，开始！哇哇，凯蒂猫你要小心，凯蒂猫。怎么还没有开始，凯蒂猫就已经结束了呢？糟糕，凯蒂猫的整个脸都被糊住了。好吧，那今天的比赛呢，丹尼尔两分，凯蒂猫一分。哦，朋友们，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帮凯蒂猫赢得这场比赛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丹尼尔也很棒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